同学，请接着看第四首的偈颂。四五六三首是一个段落啊。刹海无边差别藏，譬如云布在虚空，宝轮布地妙庄严。诸佛光明照耀中。其次一首是：一切过度心分别，种种光明而照现。佛于如是刹海中，个个示现神通力。末后一首：或有杂染，或清净。受苦受乐各差别，似有业海不思议，驻留转发恒如是。清凉大师给我们说，这个三首十二句是说明刹有因义。我们现在看经文，刹海无边差别藏啊，譬如云布在虚空，啊，这两句很容易懂，啊，确确实实，像这个云彩。散布在空中一样。实在讲，从这些地方，佛菩萨对于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啊，大的地球星系。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啊，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，不能不佩服。啊，在古代，没有这些科学技术，他怎么对于这个宇宙之间状况，他搞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知道我们居住的这个大地是在空中，啊，也知道这个空中这些星系运动的状况，星球绕着一个中心旋转，成为小星系；小星系绕着另外一个大的星系旋转。这些科学常识，差不多是近代200多年的时候，人才知道啊！啊，从前这些人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，那我们立刻就能想到禅定啊！啊，唯有禅定呢，才能突破空间维次，才能够观察到不同维次空间的状况。那么由此也能够体会到他禅定功夫的深啊。深到极处啊。对于虚空法界，他才能搞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
这个不是普通人说想象，想象力再丰富，华严境界也不是人能想象得出来的。想象与今天科学所观察发现的，它能够相同，能相应。他没有想错。这个只能用不可思议来答复。后面两句话：“宝轮布地妙庄严，诸佛光明照耀中。”这个“宝轮布地妙庄严”是说什么事情？我们要懂啊，这个人法人呐，这个宝三宝啊，觉真净三宝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宝轮师。佛法的教学，展布在大地呀，庄严众生国度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讲的正法住世。这个地区有圣贤在这里教化，所以诸佛光明照耀中，这一句话就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如果没有诸佛在这个地区教化，这个地区呢？真正叫做黑暗时代呀！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，只要有众生的地方，就有佛法。这个佛法是广义的，不是狭义的。广义怎么讲呢？就有神圣在那里教化，这个是佛法广义的讲法。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我们在经典上读到很多啊，诸佛菩萨了。心心所念的，就是一切众生。哪个地方众生呢？尽虚空遍法界，所有刹土里面的众生，化身菩萨了，常常挂念到的呀。尤其是普贤菩萨，否则的话，他名号的是个普，普怎么讲呢？不是普及、普遍虚空法界这一切刹土啊，一个都没漏啊。普贤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不但能现有情身，而且现无情身。无情是什么呢？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。
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看到有一些山水非常秀丽的地方，哎，这个山川有灵气呀。山川的灵气是什么呢？佛菩萨的化身。这个山川呢，给人灵感。给人误入实相的机缘，佛法讲增上缘呐。所以日本这个老和尚中村康隆，他讲世间所有宗教的创始人。他们开山的祖师大德，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这话讲的很有道理呀。他老人家这句话《华严经》界，只要有星球，不管这星球是大是小。我们知道，那个星球是暴徒啊！有暴徒一定有身，有身哪有没有众生居住在那里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小行星，在望远镜里面看到很小的行星，多大呢？直径1公里、2公里、3公里，小行星在太空啊，也有众生居住啊。哎，有些众生居住在大的星球，有的众生居住在很小星球。你什么原因呢？大概我们能想到，与星量有关系啊。身量小，就都住小土啊，小身小土啊；身量大了，叫大身大土啊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人的报身啊，你在这个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，你去看，啊，佛讲的。观音师至那个身体多大了？高60由旬。我们要在他身边，真的像蚂蚁一样啊！我们看不到佛身，佛身太大了，像蚂蚁很小，蚂蚁看不到人。心量大了，感到的是大身，居住大的暴徒。相随心转，这个道理，我们渐渐的有很深刻的体会。所以肯定，诸佛如来，无疑国土，他不入啊。下面说，一切国度心分别，这因说出来了。种种光明而照现，
佛于如是刹海中，个个示现神通力。佛菩萨的慈悲，佛菩萨的关怀爱护，无微不至。这句话，我们也听得很多，啊，可以说从学佛听了几十年了，啊，但是无微不至里头的意思啊，确实没懂啊。啊，在《华严经》上，我们才晓得，啊，过去真的没有懂。毛孔里面有虚空法界，有无量无边刹土众生，微细无微不至。我们哪懂得这个意思？许许多多名词术语，我们听得耳熟。自己也能说得出真正意思，没有办法理解。我们读了这个经，常常回味，常常去思维，常常去体会。哪有不开智慧的道理？啊，哪有不拓开心量的道理？我们的心量太小太小了，小到真的是可怜呐！啊，但是佛跟我们讲，每一个人的心量，原来跟佛都是一样的。确确实实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你本来是这个心量，现在为什么心量搞成这么小？啊，什么道理？就是自私自利。啊，自私自利这个念头，把你这个心量越搞越小，小到连自己都不能包容自己。为什么呢？人自杀，他为什么要自杀？自己不能包容自己，怎么能够包容别人？啊，我们。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人生又能闻佛法，闻佛法又能够听到这样的大法，啊，真是稀有难逢的大法了。这个只能讲啊，过去生中。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，我们才能遇到啊。遇到就应当好好的来学习啊，把心量拓开。要走。成佛之道啊，要走菩萨大道不要再搞人天六道了。我们这一生
就没有白来。啊，这一生当中，完全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跟佛菩萨学习。啊，现在人讲啊，向佛菩萨看齐。我们在这个世间住一天，表演一天呐。牢牢记住世尊教导我们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我们这一生就干这桩事情。佛陀教诲这个经教里面，我们完全接受。啊，读诵，天天跟佛菩萨往来啊。清净啊，自他勉励呀。啊，我们自己修学，读诵这自力呀，给别人看，人家看到我呢，他受感动啊，他要模仿啊，他要学习啊，利他。自他勉励呀，啊，把我们所学的明白的道理，了解的事实真相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，那叫表演。啊，以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。智慧、慈悲、热心，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！服务里头没有自己，啊，叫人看这一点，为众生服务，自己有私心。自己有取舍，你是世间的善人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没有自己，不夹杂丝毫的私心欲望，这是圣人呐，这就是佛菩萨。佛国度，众生国度，心分别。啊，你是佛心，你住佛国度现前就是住佛国度。啊，这我前头都曾经跟诸位报告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，跟我们大众在一起啊，大众住的是无住卧室，释迦牟尼佛住的是清净国土，不一样啊。啊，为什么不一样呢？众生心行不善，啊，六根接触的境界不善。佛心清净呐，纯净纯善呐。啊，佛六根接触的这个环境都是纯净纯善的。心分别这三个字重要啊！啊，你住的到底是秽土，是净土，不在外头啊。与外面境界不相干呐，啊，为什么呢？
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境随心转。这个话我们听得太多了，听得真是熟透了。虽然听得多，听得很熟，你不会用啊。你没有办法用在你实际生活当中啊！如果你会用了，你的境界就转过来了。啊，凡夫需要选择环境啊。啊，觉悟的人。圣贤，他需不需要选择环境？不需要。他在阿鼻地狱也是净土。为什么呢？他心转境界。那由此可知，三恶道的众生。把它放在菩萨净土里面，他所接触到的还是三恶道的境界，他见不到佛菩萨的境界。你要问为什么？他的心不是佛菩萨的心，一切过度心分别。若是佛菩萨的心，怎么能够受用佛菩萨的国土？啊，这个国土我们讲物质环境，佛法讲的是心法境随心转呢，才是真理呀。心被境转了，是凡夫啊。我们要帮助自己，要帮助别人，帮助自己才是真正帮助别人。啊，帮助别人才是真正帮助自己，自他不二。别人是我们医报环境里面的一部分呐。啊，我们生活环境啊是两个部分呢，一个是有情的生活环境，一个是无情的生活环境。啊，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人事的生活环境，物质的生活环境。一切有情是我们的人事生活环境啊，生活环境就是医保啊，正报就是自己身呐，啊，称正报啊，一真庄严。我们的身心纯净纯善，我们的正报庄严，医报就庄严。如果医报里头还不是纯净纯善，你立刻就要觉悟，我的心行没有做到纯净纯善，为什么呢？境界没转过来。什么时候你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环境是纯善纯净，那证明你呀，这个心行转境界
极端不净的地方，你清净，你看到的是清净；极端不善的地方啊，你看到是纯善的。你看到纯善纯净，别人是不善不净，这两个境界重叠，不相混杂了，妙妙在这里啊！啊，从这个地方你能体会到啊，宇宙世间是。无量、无尽、无数的重叠啊，所以重叠，个个不混杂，真的不可思议啊！到纯净纯善，你六根的能力恢复了。我们一般人讲神通啊，你的眼偏眼呐，你能够看到六道，六道，欲界天、色界天，地狱、魔鬼、畜生，你都能看到，你看到这么多世间重叠的。但是在你来讲的时候呢，全是净土。为什么？心清净。净土里面又现着种种不同差别的境界，随个个心相生嘛。就像许多灯呢。这个灯光互相照啊，光好像混合在一起，但确确实实个个不杂，怎么知道不杂？我卸一盏灯，这盏灯光没有了，没有干扰别的呀。注意从这些细心去观察，你生智慧呀。佛语如是刹海中，个个示现神通力。这个示现神通力是教化众生，教化众生的方法无量无边呐。《华严经》一开端，现象品。不用言说啊，现象品用我们现在的话怎么去体会呢？身教做出榜样来给他看。言教在后啊，身教在先呐。华严经这个顺序你要懂得。你看看这个经的顺序，第一部分是诸妙严品，经文很长啊，五卷的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摆在你面前，你看第二品的时候，现象。现象，我们一般人讲现身说法，没有言语的。再接着普贤三昧品，然后才开始讲话。
三昧品告诉你入境界，你不入华严境界，你怎么能讲华严？啊，前面我跟诸位提到，你不入无量寿的境界，你怎么能讲无量寿经？你不入金刚三昧，你怎么能讲金刚般若？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都是入境界。空无反无不一样，无法学啊，自己没入啊。啊，照着经典，照着古人注解来学习。啊，我们只有这个能力啊。啊，真正讲经说法，那是得入境界的。啊，普贤菩萨做出个样子。跟我们看，啊，要入境界，那认真修行。啊，你不认真修行，你怎么能入得了境界？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啊，实质是认真的修行。啊，依照经典的理论。方法，真干，啊，经典上的境界，啊，是给我们做正品的。我们修学到底有些什么成绩？啊，功夫到什么样的层次？境界是正品啊。那么这一句啊，个个示现神通力，最好的例子，像《普门品》里面32应，像《华严经》末后53参，那就是个个示现神通力。那么下面再看，进一步细微的去观察这个世间的一切众生，或有杂染，或清净。这一句讲的依报环境，有清净的世界，有杂染的世界。受苦受乐各差别，差别很大了，啊，不是小有差别了，我们就近来观察。人间跟欲界天就不能比啊！啊，人间跟欲界天比，欲界天人受乐啊，人间受苦啊。欲界天跟色界天又不能相比啊，那一比的时候。欲界天受苦啊，色界天享乐啊。你这样一层一层去观察，你一看出啊这些众生的苦乐，啊，如果更近处观察呢，我们大家都生在这个地球上。我们讲地球上的人类，啊，你得的是个人身，到地球上来了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好，你为什么会得人身呢？
过去造的业呢，有引业，引是引导你去投生，引导你到哪一道，你得什么样的身，这个业叫引业。哪些是属于营业呢？人道是无戒十善呐。过去生中你修的无戒十善，这个业力成熟了，引导你到世间来投胎。你投的是人胎，得的是人身。虽然得人身，每个人相貌不一样，体质不一样，富贵贫贱不一样。有些人在这个世间一生，我们看到。飞黄腾达，在这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，有很大的财富，他享乐。有些人非常贫穷，生活在饥饿的边缘，天天受苦受难。为什么同样是人，果报不相同呢？佛说，满业不一样。我们都得人身呢，影业相同，满业不一样。满业是什么呢？过去生中造作的一切善恶不相同啊。那么讲到财富，有财富的人，过去生中肯布施财物啊，他发财很容易，真的是钱财滚滚而来，一点都不操心，那什么原因呢？过去生中修财务布施，非常欢喜。他今天受这个果报啊！有些人一发财，经营的很辛苦，财是发了，但是非常辛苦，赚钱赚的很辛苦啊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前世以财务布施。布施的不痛快，别人劝你布施，好不容易好像忍痛啊布施一点，果报有没有？有，果报得来的不痛快，是这个原因呐。譬如，我们请客，在佛法里叫供养我们准备这个尽心尽力做一些好的菜饭，送到法师这个地方供养他，你来生得的福报啊，是自在的。那你说法师，我请你吃饭，在某一个这个餐厅，卖饮食的这个地方，约定什么时间，法师辛辛苦苦要走到那边。
啊，去吃一餐饭。你的果报呢，也有，你将来得的果报也很辛苦，你才能得来。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啊，一点都不错啊。你要把这些道理，这个因果思想参透了，你看看世出世间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是什么呢？哈，因缘果报，就是《法华经》上讲的“是如是”啊。啊，摄如是把这个世出世间法看透了，真正叫看破了。啊，除了这个因缘果报之外的时候，世间真的叫一无所有。啊，很可惜。世间人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不了解怎么样，胡作妄为啊！虽然过去生中有一点福报，他今天享受一点福报，他不知道再赔福报，他享受福报的他造业，哦，那个果报就非常可怕了。我们现在知道啊，许许多多的商人，经商，只为私利，没有公德心呐。啊，专门做虚伪欺骗，损人利己。啊，用这样的心态、行为去经营他的生意买卖，他是能赚一点钱呢。殊不知，他所赚的钱已经打折扣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古时候那些商人经营一个事业。能传很多代，能传两三百年，所以讲老字号啊。为什么？他有德行呐，真的做到童叟无欺。他的生意呀。是货真价实啊！他的这个德积得越积越厚，他的家越来越发达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现在人完全是欺骗别人，从欺骗里面得的这点利润，他命里头，譬如说。有百万的财富，因为他心术不正，打了对折了。他这一生所得到的100万就变成50万了。啊，他本来发财的时候发100万，他现在这一生因为心术不正呢，他只能到50万。你说可惜不可惜？绝不是坑人骗人，我才能发财的。啊，坑人骗人，你发的这个财的时候，打了对折都不止啊！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他不晓得事实真相，不知道真正的这个道理。啊，他如果晓得，他就不会这么做了。
不但不欺骗人呢，有的时候还帮助人。啊，你比如卖米卖菜的，看到真正穷苦的人，啊，到这边来了，多给你一点，这是积德了，这是行善了，果报就更多啊。啊，那命里100万呢，可能他发到200万了，为什么？他有德行。这些道理，古圣先贤讲的太多太多了，啊，现在人听不懂，也没人说，偶尔听说，马上2个字就把它排斥了，啊，迷信，他以为他有智慧，啊，别人所讲的这些真正的礼与事。迷信2个字，就排斥了。他怎么会有成就？啊，这受苦的越来越苦。啊，受乐的人他懂得这个大道理，圣贤的教诲呀，要讲他一个单纯的目的呀，没有别的呀。帮助你离苦得乐，啊，绝对不害你啊！你要懂得，你要明白古圣先贤的大德，超过父母啊！啊，所以这些圣贤人，千年万世，都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。爱戴，还要向他学习。他是什么样的业力，能造成这样的成就？我们有没有多去想想呢？想通了，想明白了，你才真正会学，真正想学。真正把学圣贤呢这一桩事情，当做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，大圣大贤，无过于佛菩萨了。所以幕后这2句，在做总结。似有夜海不思议呀！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，一切九法界众生，无不是业力。所有一切现象的根源就是业力，所以住流转法，流转就是轮回循环啊，这个因果的循环，因果的相续，因果的转变，很就是这个样子很如是。法而如是，这法就是这样的，所以知道了，我们应当要改过迁善。
要断我修善，改过自新，破迷开悟啊，转凡成圣，这就对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